老师，你好吗？我叫 Muhammad Arif Akhri bin Wahab， 我是 M3AD2203C。Hi， 我叫 Muhammad Afif Ahmad bin Hajali， 我是 M3AD2203C。Hi Arif， How do you do, Jen？ 你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呢？我也很好，谢谢。你现在住在哪里？我住在克鲁旺，你呢？我现在住在雅欣。星期二你忙吗？星期二早上八点，我有花游客。星期二我有游花游客。你的花游老师是谁？我的花游老师是李老师，你呢？我的花游老师李老师，星期二晚上我请你饭好吗？好啊，我们去哪里吃饭？来我的家吃饭。好啊，好久没见伯母了。现在几点？现在12点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办公时间李老师。李老师不在办公室，他去快回了。那我们估计不看吧，我请客。好啊好啊，谢谢阿飞。